早前公布答应男友 Jen Todd 求婚，并正拣选好日子再婚的杨紫琼，29日戴上至尊戒指现身香港出席某品牌活动。被追问确切婚期时，她则表示一切尚在准备当中，自己正反想着一个最完美的方式去举办婚礼。我啱啱先喺度讲紧，可能因为系我自己咧，好计较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结婚的时间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即不是说 OK 我们现在进去的 registry 那里签个名字即是结了婚，一是开一个晚会大家来吃饭即是结了婚，即是我要想我们两个真的很努力在这里想是怎么搞到它，我们真的会是很 memorable 的，即一生一世都会记得啊，这件事是真的我们maybe 我哋識咗咁耐嘅，我哋一生人咧最開心個，我最會有回憶嘅嗰一剎客咯。兩個會唔會？提到好友梁洛施最近被拍到與一名年輕男子外遊，楊紫瓊就演久未相見，替好友打起掩護來。冇啊，冇見過佢，好耐冇見過佢啦，真係好似你哋知道佢嘅消息仲多過我。我一陣間會慢慢問。